天晚上我相信这个训练会带给你们的不是只是更多认识你们自己是谁，而是知道我要如何活出我生命的身份来。今天晚上的训练会带领我们不只是认清我们的身份，而是我们真知道我们的气势不只是这样子而已，而是我们生命要继续活出一个不一样的气势来。可是什么东西往往会使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有气势呢？是什么东西会让我们没有办法真的活出我们想要活出的身份来呢？你们知道是什么吗？我想要分享一个故事。在我小时候，我非常害怕一件事情，你们可能猜不到，因为如果你看我的话，你会觉得我应该是一个完全不害怕任何东西的女士，是吗？哎，在过去两个 mentor 训练当中，两个 mentor 都讲了他们的年龄，我想说好吧，那我也来透露我的年龄，因为我比他们年轻非常多。而年纪非常多可以成为 mentor， 生命当中一定有突破非常多，强壮非常多，并且挑战非常多，才能够在年轻的时候成为 mentor。 我今年31岁，非常喜乐的一件事情就是在30天29天我要结婚了。而等一下我会更多介绍我要跟谁结婚，但是我生命当中虽然我突破很多，我挑战很多，并且我让我自己生命可以更多的活出我的身份来，但是呢在我生命当中我也有恐惧。小时候我有非常非常不合理的一个恐惧。为什么？是因为我哥哥他非常喜欢看恐怖片，但我非常非常不喜欢看，每一次看我就会做噩梦。你是这样的人请举手。做哦，好多哦，那我觉得好被认同跟好被了解哦，谢谢你们举手。我哥哥很喜欢看恐怖片，有一次我们在看恐怖片的时候，我就路过，然后他就说妹妹要不要跟我一起看个电影。那时候我小学的时候，他就来找我，然后我们就坐在那边看。那时候其实不是一个非常那种血腥的恐怖片，它只是那种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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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就是这样的恐怖片，所以心里面就会跟着他一起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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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蹦，就是那种恐怖片。然后呢我就坐在那边，我就看到一个小孩子去洗澡的时候，他的爸爸妈妈被绑架走了，然后呢被绑架走之后，这个孩子走出来找不到他的爸爸妈妈。我心里面就从那一天开始有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恐惧。你知道是什么恐惧吗？怕洗澡。对，你们想对了。我在小学的时候非常害怕去洗澡，只要天暗了天黑了我就不想要去洗澡，所以我常常会哭着在我家的走廊跟我妈说我不要去洗澡，我不要去洗澡，我不要去洗澡。我妈妈就会说你刚从公园回来你怎么可以不去洗澡。我说我要等爸爸回来才要去洗澡，然后我真的就会等爸爸回来，然后呢他要坐在马桶上我才愿意去洗澡，因为我很害怕。每一次只要洗澡的时候我真的很害怕，只要我爸爸妈妈我看不到他们听不到他们的声音，我在洗澡的时候他们会突然，因为洗澡声音嘛很大声，所以就完全听不到外面在做什么，对不对？所以我就要听到那个雨声很大声，我就会说爸爸爸爸，然后我在这里，这是我爸爸，我在这里我在这里，他就拿着报纸在那边等我洗完澡。因为我真的很害怕在夜间的时候他们突然之间被绑架走了。然后我妈妈，我记得那时候我妈妈她，我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长大，所以我们家里会祷告，我妈妈就会带我祷告说上帝你帮助他不要再害怕了。可是我很难突破这个恐惧，所以只要想到洗澡我心里面就会开始噔噔噔噔噔噔，然后呢我就开始去想象今天我爸爸妈妈突然之间被绑架走了。而因为这个缘故，很多时候我就不想要洗澡，很奇怪对不对？很奇怪吗？哎，你们不要笑我，我相信你小时候也有奇怪的不合理的恐惧，只是你们要不要承认而已。今天为什么要跟你们分享这个，是因为往往在我们生命当中恐惧会使我们没有办法站出去，恐惧会使我们没有办法站出去去做那些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可以做到的事情。所以今天我要带给大家的题目就是破影而出将占上风，破影而出将
占上风。当我选出这个主题的时候，很多的讲中文的人，我是从美国来的，如果你不认识我的话，我是从小在美国长大，大学毕业之后才来到台湾，所以呢，我的中文是在进步中，已经进步非常多了，但是知道还有很多可以进步的空间。所以当我在写这个题目的时候，很多讲中文的人就说，萱姐，你是不是写错了？我说没有啊，破影而出就是破影而出啊。他说中文没有这样子写，我说我明明就看到。我说你在哪里看到？我说我在一个电影院里面的标题上面看到了。然后我就说这是一个字，这真的是。然后他们都怀疑我，真的那时候我就觉得强烈的受委屈跟被误会，但是没关系，我就说你们去看，你们去看，一定有的，一定有的，一定有的。然后呢，他们就说哦，好啦好啦，有啦有啦。谢谢桃说。就告诉你有吗？好，破影而出，为什么要选这个？当我去查它的英文的时候，我看到了那个字，我心里面就说哇，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字。所以英文的题目就是 Out of the shadows, I will prevail. Out of the shadows, 破影而出。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因为恐惧，就像在阴影里面，我们好像藏在一个影子里面，好像我们想要活出来的生命没有那么光彩，我们却是比较像一个阴影的样子，因为恐惧抓住我们，因为恐惧使我们没有办法走出去。但是今天我要告诉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可以破影而出，将占上风。是什么东西会使我们持续躲在生命的阴影里面呢？就是恐惧。今天很特别，昨天晚上我们都没有套好，但昨天晚上杨牧师给你们看了一个影片，那个影片里面讲的东西就讲到一个调查，你们记得吗？讲到一个调查，就是他们调查了一百个面临快要死亡的老年人，问他们说在生命当中他们最后悔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你们记得是什么吗？他们后悔是不够去冒险，不够多的去冒险。他们生命当中觉得如果他们重新来过一次的话，他们会冒险多一点点，他们会愿意去挑战多一点点。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不愿意去冒险挑战，活出我们的身份来，就好像我们活在一个阴影里面，活在一个影子里面，而没有办法真的走出去。年轻人们，我们有的是什么？我们有的就是时间，我们有的就是前途，我们有的是未来，我们有的就是现在。我们可以做一个决定，是我不想要到九十几岁八十几岁开始后悔我不够多冒险，而是今天我可以做一个决定，就是在我生命当中，只要我有机会我愿意去挑战，只要我有机会我愿意去冒险，只要我有机会我愿意走出去。可是是什么东西会让我们没有办法呢？是真的外在的东西吗？其实不是，是内在的恐惧。今天我要分享三个大学生最常面对的恐惧。第一个就是被拒绝的恐惧。往往我们走不出去，是因为我们很害怕被拒绝。我害怕，你也害怕，你害怕，我也害怕。往往因为我们害怕被拒绝，我们就没有办法走出去。最常看见的是什么？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我们非常害怕被拒绝。我如果真的透露我最真实的样子，他会接纳我吗？如果我真的讲我的想法的话，别人会接纳我吗？从小学的时候我们就戴上一个面具，可能从幼稚园的时候就开始戴上一个面具，因为我们害怕被拒绝。很多时候在这个世代当中，我看见的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状况，这个状况是什么状况呢？是我觉得我非常不认同的一个状况。就是呢，在年轻的时候，我看见很多的女生会去追男生。我觉得这不太正常，我真的觉得这不太正常。那今天如果你有做这件事情，我不是说你不正常，我说这个状况不太正常。我觉得在这世代当中，太多的男生没有勇气去追女生了。男生们，你们觉得呢？你们有勇气去追你们想要的女生吗？好像这边的男生都没有，只有这边的男生有。好，那女生你们在这边有盼望了，女生你们在这边就多祷告吧。
男生们，如果你们看上一个女生，你们不要站在那边想说她有一天会跟我讲话，然后我就安安静静的在等她来跟我讲话好了。哎，女生们，你们不要看到一个男生就觉得说我一定要去追他，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男生，没有好的男生会来追你的，有勇气的男生会来追你的，值得交往的男生会来追你的。那边的 Amen 声音比较大声，我想要说服你们，真的真的，在这世代当中，我真的看见太多的男生没有勇气去追他们想要的女生。好，不要说没有勇气去追女生，是去追他们想要的，所以呢，他们觉得比较容易的、比较简单的，我去追那样的女生，可是不够珍惜、不够爱她，因此很多的关系、很多的交往关系都因此就女生感觉到不被珍惜、不被看重。男生觉得你干嘛那么烦，然后就分手了，有没有？很多大学 的交往就是这样子啊，就是这样子，就这样子就结束了。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上帝一定有为你预备的，上帝一定有为你预备的。所以呢，男生们不要害怕被拒绝，去追你们觉得值得追的女生，当然是等到你生命成熟过后再去追是比较好，但是呢，去追，你们要有勇气，让我可以成为这样的不害怕被女生拒绝的男生。我刚刚说我七月底要结婚嘛，我非常非常开心。为什么非常开心？是因为在我生命当中有一个男生，他看见我，他觉得我值得被追。他不但是，但是呢，姐妹们，我要告诉你们，我等了29年的时间，我等了29年的结婚，我等了29年 的时间等待，因为我深相信上帝一定会预备的。我不知道他会从哪里来，我不知道他会怎么来追，我不知道他会怎么来遇见我，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神一定会为我预备的，所以我愿意等，我愿意等，我愿意等。29年的时间，29年的时间，我的未婚夫他那时候看到我在台湾，可是他在美国，他就怎么样，他就问我说，如果想要认识你，你愿意让我来到台湾来追你吗？结果他就真的从美国就来到台湾来认识我。女生们，你们有一个男生会觉得你值得他追，跨海来追你的，一定有的。可能你的例子跟我的例子，你的经验跟我的经验会不一样，但是你是值得被追的。男生们，有勇气去追吧，我们给 Thomas 哥一个掌声。嘿嘿嘿，这是什么啊？还没有到，还没有到，我还有29天的时间。虽然今天也可以了，那没有了，好，开玩笑的。好，第二个恐惧，我要快一点哦，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第二个恐惧就是尾声的恐惧，我们很害怕尾声，因为我们很害怕尾声，我们就没有办法真实的做出那个决定要来尾声，找工作、选系，我们都很害怕尾声，因为我们害怕，如果这是我不喜欢的怎么办？如果到最后我没有办法守住我的承诺怎么办？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也会害怕走进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未来里面。第三个害怕的恐惧就是失败的恐惧，很害怕失败。可能从小到大很多人告诉我们说，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你做这个很不好，然后很多因为经历了很多的批评，所以呢，对于新的事物、新的挑战，你就会很恐惧，不愿意去尝试，不愿意去做。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我没有很多的时间，但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圣经里面的故事。圣经是什么？圣经就是基督徒所相信的一本书，那本书里面有很多很多从神而来的应许，而这本书也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盼望。所以呢，
在接下来分享这个故事当中，我希望你们的生命是可以被建造的。我相信透过这本书，我们的生命可以被训练起来，使我们可以活出一个占上风的生命，让我们生命可以不再一样。所以今天不管你相信这本书不相信这本书，透过这本书，我相信你会知道你的生命是有价值的，你的生命是有盼望的。我也相信透过这本书，你会更多的知道你要如何活出有价值的生命来。所以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列王记上第十八章四十六节到第十九章的第五节，我来读给大家听。列王记上，上主赐给以利亚一般奇异的力量，他就把外袍束进腰带里，跑在亚哈的马车前头，一路奔到耶斯利列城门口。亚哈到家之后，把以利亚所做的一切告诉了耶洗别，也讲了他是怎样杀掉所有的巴利先知的。耶洗别就派人向以利亚传话说，如果明天这个时候我还没有像你杀死那些人那样，那些人那样杀死你，神明击打我，甚至除掉我。以利亚害怕就逃命去，大家说以利亚害怕了，他就逃命去，他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城，把他的仆人留在那里，他独自进入旷野，走了一整天，他坐在一棵孤零零的罗藤树下祷告求死，说，上主啊，我受够了，取走我的性命吧，我不比我的祖先强。他躲在罗藤树下睡着了。这里讲到以利亚，他是圣经里面的一个先知，这个先知其实你读到这个故事，你就会觉得他很low， 可是其实他不是，他做了非常非常多非常奇妙的事情。他在侍奉的最高峰的时候，他看见很多的奇异的事情的时候，他看见他打败了在那时候几百个巴利的先知之后，他一个人跑的速度比马叉还要快的时候跑下山，在那个时候他遇到他人生当中最软弱最恐惧的时候，而在那时候他就开始跑了，他开始跑了，他生命经历了很多很多很特别的事情，可是他开始跑了，他开始累了，他开始求死了，他想要自杀了。这是以利亚。今天我们看见以利亚的生命，我们也看见其实圣经里面的人物是我们，是虽然他做了很多很厉害的事情，可是圣经里面的人物是我们，我们可以了解的，他们也可以了解我们的。圣经里面的人物，我们可以听他的故事就觉得，哎，跟我的生命有时候蛮像的。以利亚的生命跟我的生命蛮像的。很多时候因为恐惧，我们就会说，我想要放弃了这个生命，我想要放弃了这样的人生，我想要放弃了，只要安稳的度过就好了，不要讲梦想了，不要讲冒险了，我想放弃了，我只要安稳的度过就好了。很多时候以利亚的生命，以利亚的态度，以利亚遇到的恐惧也是我们遇到的恐惧。我们看见以利亚就开始因为这个恐惧，他害怕耶洗别要来杀他了。可是他真的是害怕耶洗别吗？如果他真的害怕的话，他就不会求死。他害怕死亡吗？没有，他不是害怕死亡，他是觉得要活这样的生命真的是太辛苦了，太累了，所以他开始逃跑。开始逃跑的路上，我们看列王记上十九节继续读下去这个故事。但就是他睡着的时候，大家说他睡着了，一个天使拍他，对他说起来吃吧。他环顾四周，发现头边有一些用烧热的石头烤好的饼，好吃，还有一罐水，于是他吃了又再次躺下。上主的天使再次把他拍起来说，起来再吃点吧，不然你就很难走完前面的路程了。于是他起来吃了喝了，那些食物给他足够的体力，使他可以走四十昼夜到达上帝的西乃山。我们看见以利亚在路上，他在跑，他在逃跑，他在逃跑，他在逃跑的时候，有个天使为他预备食物。同样在我们生命当中，当我们累的时候，当我们觉得活这样的生命真的是我很害怕，我没有办法，我做不到了，我想放弃了，就在这个时候，天父与我们在所在之地会与我们相遇，因为他爱我们。就在那个时候，有一位爱你的神，
他会与你相遇，他不会让你放弃的。而他让你，他与你相遇的时候，他做什么事情？他会烤饼给你吃，他会给你一罐水喝，让你知道说你并不孤单。当我们要活出一个更精彩、一个不一样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孤单的。有一位天父，因为爱你，他不会放弃你的。不管你现在生命遇到什么样的状况，有一位天父，因为爱你，他不会放弃你的。以利亚他在跑，他说我受够了，我不想要活了，这真的太累了，在这世代当中活着真的太累了，要竞争一大堆，然后呢面试工作，工作面试之后还拿不到很好的薪水，读个大学的学文凭也没有给我很好的工作，这个生命真的太累了。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天父告诉你说，你并不孤单，你不要害怕，你不要害怕未来，你不要害怕前途，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提摩太前书一章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大声的来读，请。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上帝对我的生命充满了怜悯，他告诉我们说，我给你的不是一个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我不知道今天你所处的环境，或是你是在哪里，可能你是像以利亚累了，可能你开始在想未来，很迷茫，很迷糊，不知道未来，可能你在读的科系不是你想读的科系，可是你就觉得要转学也太难了，可能你想读的科系不是你想读的科系，你就休学了。我不知道你在什么样的光景当中，但是今天我要告诉你，你可以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醒过来，来接受神的爱，醒过来，来接受神的爱。以利亚他单单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醒过来，天使拍拍他，起来吧，吃点烧饼吧，起来吧。今天年轻人们，有一位天父，他为你预备的是最好的，你只要做的事情就是醒过来，打开你的眼睛，不要再睡了，不要再睡了，醒过来吧，醒过来吧。因为有一位爱你的天父，有一位爱你的天父。有可能现在你心里非常非常的干渴，可能非常非常的有怀疑，不知道这位神真的是为我预备最好的神吗？他真的是那么爱我吗？今天我要告诉你，神爱你，他对你生命有美好的计划，而他有力量能力可以带出你，让你活出他要你活出来的生命。他接纳你，他会把你的过去完全的消除，让你可以重新有一个全新的开始，是一个盼望的未来，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这是你的天赋。所以今天我要告诉你，除了醒过来之后，以利亚他要怎么样？他要吃点东西嘛。同样的，我们也要喂养我们的信心，不要再怀疑神了，不要再怀疑，真的有一位爱我的天赋吗？真的有一位神，他真的会为我预备更美好的未来吗？真的有这样的神吗？不要再怀疑了，喂养你的信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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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的信心因为知道这位神是爱你的神，而你的信心可以提升。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相信那看不见的，持续的去相信他，相信那看不见的。有可能你现在你的生命，你觉得我怎么可以从我的生命现在真的可以相信我的身份，可以活出一个精彩光彩不一样的生命呢？今天你不要看你的生命现在的状况，而是你要对神有信心。那看不见的，那看不见的就是你对神的信心，而相信在这个时候，你的生命因为有神的爱，因为神喂饱了你的信心，因此你有力量继续往前走。以利亚为什么有力量往前走？因为有一位天使为他预备。同样的，大学生们，我们要如何有力量对未来有盼望？我们要怎么有力量可以活出更精彩的生命，有梦想的生命？我们要如何有力量？我们要醒过来，吃神所给我们的食物，就是圣经里面的应许。圣经里面的应许给我们不一样的食物。
可是我们发现以利亚他吃食物之后，这个故事很特别，你会觉得他吃到了，他知道上帝爱他了，他应该要往对的方向开始跑，可是不，他应该往 这个方向跑，可是 他吃了之后，然后呢他开始往错的方向继续跑，跑到哪里？跑到一个山洞里面，他跑了大概200迈，40昼夜跑200迈，跑错方向了，跑到西乃山，不是上帝要他去的地方，他跑错方向了。我们就继续看这个故事，以利亚跑到哪里？第9节，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穴，在洞里过夜。上主对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回答说：“我一直热心服侍上主全能的上帝，但以色列人背弃了他们与你所立的约，拆毁了你的祭坛，杀死了你所有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现在他们想要把我也杀掉了。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上主对他说：“你出来，在这山上站在我面前。”以利亚站在那里，上主就从那里经过。这时一股强烈的暴风袭过西乃山，那暴风来势汹汹，岩石都崩裂了，但上主并不在风中。暴风过后发生了地震，但上主并不在地震里面。地震过后有火，但上主不在火焰中。火焰过后传来了温柔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这声音，就用外袍里住脸，出去站在洞口。一个声音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我们看见以利亚他逃到哪里去？他逃到一个山洞里面，那里发生了一件事情，上帝继续对他说话，上帝却继续说：“我没有放弃你，我真的没有放弃你，我真的没有放弃你，你不要放弃你自己。”大家说：“我不要放弃我自己。”到山洞里面的时候，上主就说：“我要向你显现。”可是好特别哦，上帝他是创造宇宙的神，因此他让很多东西都路过了。第一个是什么？大家记得吗？暴风。对。第二个是什么？第三个，火焰。这个是你可以想象吗？如果上帝要向我们显现的话，他要告诉我们他多伟大的话，他应该是在什么暴风里，我在这里，以利亚，你在做什么？或者是在地震当中，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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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以利亚被摇醒吧？还是在火焰中，轰轰轰轰轰，以利亚，轰轰轰。如果你是上帝的话，你会怎么出现？来显明你的伟大，来显明你的能力，来显明你是多么可以在以利亚生命当中救赎他，给他力量，活出不一样生命的神，你会怎么显现？以利亚，他怎么经历神？是一个温柔微笑的声音。在以利亚感觉非常非常孤单的时候，上帝却用一个微笑温柔的声音来对以利亚说话。今天我们要相信，在我们生命当中，天父他不是要用东西来恐吓我们，他是要用温柔微小的声音告诉我们说，他其实很靠近我们，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以利亚，我还在这里。年轻人，我还在这里。你继续逃，继续跑，但我没有离开你。我还在这里，我还在这里。以利亚为什么可以听到神微小的声音呢？因为上帝其实非常靠近他，非常靠近他，非常非常的靠近他。我们可能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觉得有谁想要靠近我们呢？我们现在的生命光景，真的有一位神这么的爱我们，会不放弃我们？不管我们逃到哪里，走到哪里，跑错方向，还躲到山洞里面，他还在那里耶，上帝还在那里，并且他没有要恐吓我们，你怎么没有顺服我？你没有怎么没有做到我要你做到的？没有，他是用微小的声音来告诉你说：“我还在这里，我还在这里，我还在这里。”
以赛亚书41:10，我们一起来读，请。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这里上帝说，我与你同在，不要害怕，我与你同在。年轻人，大学生，在你的校园里面，在你的房间里面，在你遇到人际关系的挫折，当你报告交不出来的时候，上帝说，我与你同在，你不要害怕，我与你同在，不要害怕。很多时候在我们生命当中，很多人都是用很大声的声音，很大声的声音告诉你，你应该这样子，你应该这样子，你怎么没有这样子，你这生命怎么会是这样子。上帝只是说，我爱你，我在你身边，不要害怕，你可以的，你可以的，你真的可以的，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你可以的。上帝用微小的声音告诉我们说，你可以走出你的恐惧，离开你的山洞，生命可以开始不一样，进到光里面。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做的事情，当我们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当你听到的时候，你可以走出你的黑暗，进入神要带你进入的光明。以利亚他要走出山洞，听得到神的声音。年轻人们，鼓励你走出你的黑暗，可能是你的生活行为你觉得很黑暗，走出来，走出来，你可以。可能你是你的思想常常非常的黑暗，被忧虑、恐惧、害怕、焦虑抓住，走出来，你可以的，你可以的，我相信你可以的，我会陪伴你，不要害怕，走出来，走出来。第二个，当我们走出来的时候，我们要继续贴近那微小的声音，继续去听上帝怎么对我们说话，他会给我们力量，继续往前走，继续往前走，继续往前走。我们要知道，上帝不是只是要路过我们的生命，他是要继续跟着我们走，让我们生命可以走出，走出我们生命的阴影，进到神给我们的身份里面。最后一点，以利亚的故事怎么结束的呢？当以利亚走出那个山洞，他有没有选对的地方，做对的事情，开始回应上帝的呼召，开始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来，他有真实的跨越这一次他生命最低潮的时候吗？以利亚有吗？我们来看一下故事的结局是什么。这位先知他遇到了想要逃跑又想自杀，然后呢想自杀完吃饱东西又继续逃跑，然后躲到山洞里面。这位先知生命的结局是什么？列王记上19:15，上主对他说，你沿着来路回去，到大马士革的旷野去，你到那里以后要高利哈薛做亚兰王，在高利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还要高利亚伯米和拉城沙法的儿子以利沙，让他接替你做我的先知。以利亚就去了，以利亚就去了，以利亚就去了，以利亚就去了。他有继续逃吗？他有继续隐藏吗？他有找下一个山洞吗？没有，他回应了神，他不再害怕了，他不再害怕了，他不再害怕了。年轻人们，他不再害怕了。今天我们要深相信上帝天父对我们的生命有目的和计划，因为他是一位好的父亲，他是一位好的父亲。上帝对你的生命有美好的计划，上帝对你的生命有美好的目的，他知道他要带你去哪里，而你可以不用害怕了，不需要再害怕了，因为他必定带领你走。就像以利亚，他开始走出去了，他就去了，他就去了。在大学的时候，我们要回应神说，上帝，我愿意为你去，我可以的，我愿意的，带领我吧，我不要再因为恐惧而辖制我的梦想，让我不能够走出去了。上帝，我愿意回应你，我愿意回应你。这是以利亚的生命。同样的，今天我要告诉你，上帝创造你，他认识你，
他知道如何呼唤你，他知道你的名字，他告诉你不要再害怕了，神与你同在，神与你同在，他是美好的父亲。有一个要分享一个故事，有一个男生，他10岁12岁的时候，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就会进到他的家附近去祷告，在祷告的时候，上帝就给他一个异象，这个异象是什么？就是一个图片。这个图片是什么呢？上帝就对这个小男孩，10岁12岁的小男孩说，看到他抓住一个小女生的手，然后呢就是转圈圈，然后呢上帝就跟他讲说，这个女生会是你未来的女儿，她的名字叫 Chloe。 哇，好特别的经验哦，10岁12岁的小男孩。同样的，他的邻居是一个10岁的女孩，他们到了大学的时候，他们交往了，交往的过程当中，有一天在车子里面，这个男生就对这个女生在谈论他们生命的梦想，这个女生就跟这个男生说，我生命的梦想就是想要当一个妈妈。然后呢他心里面就觉得说，哇，这个女生好棒哦，想要当妈妈耶。他就说，然后我对我的孩子我已经取名了。这个男生就开始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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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他开始取名了，取了什么名字呢？他就问他，他就说，我取的名字是 Chloe。 这个男生就觉得说，怎么这么奇妙，这个一定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然后他就分享了他10岁12岁上帝给他的图画，他就说，上帝也告诉我说，我未来的孩子我要叫他 Chloe。 所以他们就结婚了。结婚之后他们就花了一点时间去旅游看世界，旅游完看世界，他们就觉得说，我们应该要开始成家了，所以他们就开始尝试可以生孩子。尝试了4年之后一直没有孩子，可是这个男生他心里面讲说，10岁12岁上帝就告诉我说，我一定会有孩子，他的名字要叫 Chloe。 上帝，为什么你一直没有给我们呢？4年的时间一直没有孩子，一直没有孩子，一直没有孩子。那时候那个女生她心里面就觉得说，是不是上帝没有让我当妈妈了，甚至有这样的想法。结果有一天她心里面感受到一个意念，就是可能他们要去领养孩子。因此他就开始跟这个他的先生讨论说，我们去领养孩子好不好。这个先生就觉得说，不，上帝是说他要给我们孩子，不是透过领养的，不是不是不是，是孩子，是我们要有自己的孩子，不是领养的。可是这个女生就觉得说，可是我觉得好像可能是领养的哦。他们就祷告，祷告完之后这个男生的意念就开始改变了，可是他还是觉得说，这个第一条路可能不是对的，可能不是对的。可是因为他看见他的太太太想要孩子，他就想说，好吧，如果这个东西会让他开心的话，我们也可以去领养一个。结果他们在做这样的程序的时候，就有一个女生打电话给他们，就说，这边有一个家庭，有一个妈妈快要生孩子了，他们选上了你们，你们可以了，你们要不要来认识他？他们心里面就开始，那个女生心里面就开始非常非常的兴奋，非常非常的兴奋。可是这个男生还是充满怀疑，上帝，你不是说要给我们孩子，怎么会是这样子呢？怎么会是这样子呢？怎么会是这样子呢？可是他们就一起去了，一进到那个房间，那个男生就觉得，怎么会是这样子？看见那个母亲，怀孕的那个母亲，他就觉得跟他意象里面的小女生怎么长得那么像，怎么长得那么像。他们就坐下来了，他心里想说，这个有点太奇怪了，有点太奇怪了。他开始跟这个妈妈讲话，那妈妈就说，其实我还不知道这个孩子是男生或女生的时候，我就已经为这个孩子取名了，你们猜是什么名字？ Chloe。那时候这个男生就心里面就觉得说，哇哇，原来我怀疑，但是呢上帝他的计划远远超过我所想象的。在这个孩子还没有进到母腹中的时候，神早就已经告诉我这个孩子的名字，并且也告诉我这个孩子的长相。在这个孩子还没有被人想要的时候，上帝已经对这个孩子有计划了。
你要知道，上帝对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在你还没出生之前，上帝对你的生命就已经有计划了。你的生命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状况，有可能你是想要被生出来的孩子，有可能你从小到大觉得你是不想要被生出来的孩子，我不知道。但是我告诉你，天父是要你活在这世上，活出光彩的生命，活出精彩的生命，活出充满盼望的生命，活出得胜的生命。他对你生命有美好的计划。所以今天我要来分享最后一点，就是呢，我们如何更多的领受从神而来的计划呢？我们要走出去，领受新的眼光，看见自己的生命是有盼望的，看见自己生命是可以尝试做新的事情的，是可以冒险的，是可以开始不再一样的。有新的眼光，你的恐惧就会离开你；有新的眼光，你就可以跨越你的恐惧，并且胜过你的恐惧。有新的眼光，有新的眼光。最后一个，我们要继续往被呼召的方向前进，也就是继续往对的方向前进，不要再逃跑了，不要再逃跑了，继续往对的方向前进，你的生命就可以胜过一切恐惧，让你的生命可以不再一样。我大学生活当中非常非常的精彩，但同时在每一年的当中，我也有遇到我的状况。钢琴可以开始了，我要讲一个故事。在我的生命当中，你说学员姐，你是怎么知道最后你会来到台湾？其实我大一的时候，我是完全不知道的。我对我的未来有没有恐惧？当然有，当然有。大一生我的时候，我记得我要读医学院，我记得我能拿到人生。今天早上张文亮教授说，好学生不能被教坏，我就是那样的好学生。对不起，我从小到大，从小到大都不会拿到90分以下。可是呢，大一的时候，我第一次期中考，我拿到了人生的第一个，我记得化学的第一堂课，哦，那个真的是折磨我到不行。然后我拿到第一次人生当中的第一次70几分，我忘记是几分了，但是我记得看到7的那个数字我就哭了。我想说，我这样子要怎么当医生啊？因为你要知道，读医学院，你成绩一定要是每一堂课都要是90分以上，才能进到美国的医学院。我那时候就对开始对医学有怀疑，上帝，你真的要我读医学院吗？大二的时候，我记得我也遇到很大的恐惧，很大的害怕。那时候我记得我想要做的事情，在学校里面没有人支持我，没有人帮助我，并且在那里我觉得很孤单，因为孤单抓住我，我也非常害怕走出去。因此我想要转学，我想要休学，甚至我告诉我妈妈，我妈妈是一个非常智慧的妈妈，我告诉我妈妈说我要休学，她就把我送到山上去祷告3天，然后就告诉我说，如果你要做的话我支持你，但你要想清楚。大三的时候，那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要考医学院了，上帝就给我一个挑战，去非洲，去莫桑比克，整个暑假去住在孤儿院里面。我心里想说，上帝，你不知道 MCAT 有多难考吗？你不知道进到医学院的考试有多难吗？我的同学们他们全部都去补习了，你要我去非洲也不能带我的书本去那边，因为那边根本就没有时间可以读。你要我去非洲，把我这整个暑假3个月的时间都不能读这个考试，我有没有害怕？我会恐惧？当然会啊。如果我没有进到上帝要给我的医学院怎么办？但是我冒险了，我去了，自己一个人飞飞机到英国，到约翰尼斯堡，到 Maputo， 然后再到 Pemba， 飞了3天的时间。我记得那时候在约翰尼斯堡，那是就是很多人会偷你东西的地方，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我要过夜，在机场里面过夜。我妈妈非常害怕，她害怕是什么？她不是害怕我会怎么样，还是害怕我的东西被偷。所以呢，他就告诉我说，我睡觉的时候一定要把我的手脚全部都穿在我的东西里面，然后如果要睡着的话，就确定不要有人偷我的东西。我记得那时候我在机场，我非常害怕， 我想睡觉，好累好累。你们有这样的经验过？很想睡觉可是不能睡，可能
然后那时候我就非常非常非常的害怕，但是呢就去了三个月的时间在非洲。大四的时候上帝又挑战我说来台湾，放下医学院的梦想，我会带领你前方的道路。每一年大学的每一年我都需要踏出勇气的那一步，冒险的那一步，愿意被挑战的那一步，才能够到今天我的生命来。年轻人，我要鼓励你们，上帝对你生命有美好的计划，我们可以走出我们的恐惧，进入神要给我们那盼望的未来。